扮演魏尔伦的演员傅祥安。魏尔伦，他左右摇摆，比较不定，对待自己的梦想不够坚定，会想很多，不会像兰波一样那么的纯粹，就是他就是一个诗人，然后有一个很爱他的一个老婆，很年轻，然后很有钱，在他落魄的时候出现了，然后就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老婆的家里生活，但是他自己呢，自己也想写诗，但是当时的运动就是不能让他去写诗，所以他的老婆呢也不够的，说是他心里说是很喜欢他的诗，但是呢其实还是想让他就是回归正常的生活，跟他一起就单纯的过日子，最后他其实还是有那种梦想去远方去写诗，不抛弃家人什么的，但是他放不下他的家庭，然后还有他的孩子，包括他给他生了一个孩子，自从有那么一个人出现之后，感觉他心中的那个火被点开了，尝试出去，但是他出去的过程中也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也放飞了自己，觉得可以抛弃家人，但最后还是没有，就还是没有，就所以他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梦想啊理想不够坚定，也没有自信，就是又想去做这个事情又想去做那个事情，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事情，他这个人就是很矛盾，对，内心感觉住了好几百个人一直在左右他，就是他的心魔一直在那吵他，因为他一直是那种浑浑噩噩的，其实自己心里想的是很远很远，但就是喝酒就自己想想而已，因为他想要的就是自己知道。在演的时候会有一些幻听，那些幻听其实也就是他一种幻想啊，或者是听到别人对他的一种评价，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害怕别人的指责，就是自尊心很强，就是怕别人去说他这一点，然后演起来吧就是需要有一个支柱撑着我，让我去相信你，相信这个人物，相信这个事情，然后就一直这种心情是一直从头扑到尾，就是很难，就是他威尔伦这个角色他就没有很大的爆发的点，一直憋在心里，然后也不会去说啊，会骂他，只能就是自己憋着，可能最后有一点爆发吧，但是他始终没有全部的爆发出来他自己心里的那团火，就这一点就是我很难去就是很稳的把他从上来就把他一直抓到位，就是如果有一点我没有想好的话可能就跑了，在情感上就是我觉得更难了，因为他我得知道他的背景，背景知道之后，然后兰波出现了，还有他的家庭，他的孩子，他的老婆，其实我是都爱的，我是都是很舍不得的，所以就很难去我怎么去，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，我的语气是什么样的，我应该怎么演，这个需要我想很长时间，包括排练的时候看剧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去塑造一个人物，
那其实要把自己的感情也会往里添加一些，因为本身我不是他，他不是我，把两个人的情感混合在一起，可能我没有完完全全的演的是他，有一部分也是我自己，我会抓一些点靠近我自己，这样的话我就更好的能把感情抒发出来。我不敢说我80%吧，50%威尔伦和50%傅天安两个人混在一起，我现在演的这个威尔伦就是这么一个，就是50%的威尔伦。我可能我会往下再去研究他的一些感情，我再往里加一些威尔伦，减少一些傅天安，这都是可能的。我是觉得我演完他之后，因为我之前我也跟其实跟他也有点像啊，我有些事情我也不会跟家人跟谁说，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跟他们去说，都自己憋着。但是演完他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有的话还是得说出来。对我的感悟就是，你如果你有理想的话，可以去追求啊。就是说你勇敢的去追求，也不是说要去让你去啊放弃你的家庭，放弃你的朋友再去追寻你，就是要自己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，就是不要再看别人看。我想就是那种感觉，我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让观众们从头到尾看到，那个心只有一个的威尔伦，就是很平淡的一个威尔伦，比较忧郁一些的，对，更忧郁的一些，可能他对喜怒哀乐，这是一生这个，表示他心里已经很开心了，但是就是一堆事情让他压的，就是连这个都没有，我是觉得有一个这个，对他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。绿吧，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绿也是他写的，就是他心中的一种美好吧，写了他心中的美好，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针对这个世界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感觉到一丝羞涩，让我躺在你温暖的胸膛，蜷缩在你怀里。亲湿的那一点吧，就是他亲吻大地的那一点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释放的，他是自由的，还有一个欣赏他湿的人在。我觉得回来了，回到自己的地方，想把最好的东西就带给我们的观众，心情还是很激动的，稍带点有点小紧张吧。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吧，我能给到的，我希望他们也能感受到，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我觉得让大家过来看，就是你能认认真真的看进去吧，我把我的感情给你们，你们也能感受到。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次，从韩国培训，然后回来来到自己的地方，国内，这么做的一部戏。觉得希望就是观众们能多多的关注我们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作品。我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剧场来看我们吧，我们都是一群很认真的把自己感情投入进去的演员，我希望你们
也是能过来感受我们的热情，然后与你们一起享受这部剧吧。期许，那当然越来越好，票房大卖，越来越好，票房大卖。